重的这件衣服呢，一看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的有异国的风情，觉得有一点像古堡中的公主。那今天我要选吹的歌，其实也是一个蛮有异国情调，一种很浪漫的感觉。在草原上有一个牧羊人跟养蜂女之间的爱情故事，叫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。
下面的卖场连结，另外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多不同设计款式的衣服。那